犹如在暮色里面，无情已化作一缕的青烟。我偶然留存着你一笑的惊艳，我比却难写尽生死缠绵。相望了千年落河边，几乎一转眼顷刻间，何必去纠结谁把爱再亏欠。厮守到千年落河边，爱恨一转眼似浮间，绝笔处宛若我初见。你音乐的笑颜落水深陷，思念犹如在暮色里面，不经意化作一缕的青烟。我偶然留存着你一笑的惊艳，我笔却难写尽生死缠绵。相望了千年落河边，几乎一转眼顷刻间，绝笔处宛若我初见。音乐的笑颜落水深陷，彩萍啊。啊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子桓虽然平时对我很好，可是只要有甄宓在，我就显得轻多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大公子啊对你比对甄夫人要好多了呢。你懂什么？只要有甄宓在一天，我永远都在他之下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处处不如他。无论是子桓还是子建，在他们心中他永远都是排第一，无论在任何地方他永远都是众人瞩目。这所有一切的一切我都没有办法忍受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为什么总是输他一点点。这些东西都很贵重的。哎呀，夫人，你不喜欢他们可以把他们送给我呀，干嘛丢在地上啊？你休想。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休想得到，但如果我得到了也休想与我分享。把东西给我捡起来。夫人，剑回来了。轻点啊，别再摔了。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，谢谢，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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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呐！有人要杀我，快救救我，快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我愿意。
你做什么？这是小姐的房间，快把门放下！无言，无言，无言说的对，这里是王府，怎么可能随便杀人呢？快把刀放下！他要杀我！无言，快把刀放下！小姐，无言说，是郭襄害你和三公子分开，又害死三夫人，所以他才会冤枉，冤枉了夫人。我郭襄，郭襄呢，一直心地善良，连一只蚂蚁都不忍心踩死，怎么可能去害人？无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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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放下！不管郭襄怎么样，你也不能杀人呐！你要知道，杀人可是要偿命的。不能莽撞行事，听小姐的话，快放下，快放下！无言，无言，无言，放下，放下！无言，无言，放下！子桓，大胆！子桓，不要！子桓，子桓，要不要杀我？你快救救我！无言，无言，无言！再说一遍，无言应该听到了你说的话，他竟然手持利刃去杀那郭笑，这郭笑不知为何居然可以逃脱，他的婢女彩萍现在到处在宣扬无言杀人之事，快，快去阻止他！别打了，无言，别打了！你好大的胆子，你竟敢让这个奴才来行刺我！大公子，杨修一直随三公子左右，三公子并未命无言做任何事，你怎能……你竟然这么说，好，那就是这个奴才自己的主意了，现在我就杀了他，然后禀告父王，我看父王对这件事怎么解决。你何必为此伤害兄弟之情呢？哎呀，别管这些了，救无言要紧。快，子建，你下去吧。怎么还不下去？不舍是吗？哦，走吧。大哥，有何事训示？子建，若是我把今日之事上报给父王，非但无言性命难保，就连你，大哥，子建，你是一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知道，现在除了杨修，满朝文武
皆支持立我为世子。如今父王对你失望至极，妻子犯病，无颜断臂，论功勋，论地位，论名望，论手足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大哥，子建从不敢与大哥相争。好，那你就自动退让。退让？子建，我真不明白你还有什么好留恋的。虽然甄宓爱的是你，可是如今她已经是我的妻子，你的大嫂，而你的妻子还有你的朋友，如今一个个都离你而去。子建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所有人的死都是因为你。曹子建，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消失。曹子建，有你在的一天，我跟甄宓的感情就不能平静。有你在的一天，我的世子之位就有威胁。有你在的一天，你所有身边的人都会遭横祸而死。是我害死了崔丽。没错。今日我言尽于此。子建，你自己。
你要干什么？德祖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送信函到华大夫处，却听士兵说你往司马门方向来了，所以我立刻赶来。我无事，你回去吧。无事？无事为何要开司马门？无事又为何要报视死如归之心呢？德祖，感情人手感到此事无关你的祖，你错了，子建。见不
什么，我也不会让你犯下这滔天大罪。德祖，子健，德祖。不哭了啊，怎么啦？跟我说，怎么啦？笑一个，咦咦，真乖。紫嫣，我看你在哄小公子，没敢吵你。老夫人来了。振福。甄福叩见婆婆，免礼。甄福，我是听青儿说，紫嫣四处在打探紫健的消息，所以我才请青儿带紫嫣来见我。也因此才知道，紫健为什么要犯病求死。紫健犯病？婆婆，究竟为了何事？
起来吧，起来再说。甄宓，王爷现在已经召集群臣，集聚铜雀台，可是他却不准我前去，所以我也无能为力。是啊，自从福王在睡梦中杀了崔琰还有七姨娘以后，直到赐死崔丽，父王的脾气不但是越来越大，而且这头痛之病是一日比一日严重啊。如今子建犯了如此荒唐的事情，父王也是伤心啊。杨主簿真是的，不但不阻止三公子，还和三公子驾车闯碧路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不会啊，杨主簿为人稳重，他不可能和子建共同犯弊的，这其中必有隐情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所以我和母亲只能祈求上天保佑子建免去一死。婆婆，陛下赏识子建才华，若陛下肯开恩，子建不就有。启禀王爷，三公子及杨修胆敢开司马门走御道，此举已犯了滔天大罪，请王爷处置。本王知道了。仲卿，你们有何看法呀？王爷，王爷圣明，三公子乃王爷之子，臣等不敢置喙，请王爷自行裁决。曹子建，
来人，将曹子建与杨修给我带上来。儿臣参见父王。臣参见王爷。曹子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父王，儿臣做错，但求一死。但是，杨修是无辜的，请父王勿怪罪杨修。王爷，闯司马门犯御道虽是大罪，但王爷何不深究三公子为何甘抱必死之心，受大逆而不悔？不，父王，是儿臣酒醉误闯御道，杨修是为了阻止儿臣，才会陪同儿臣闯入司马门。父王，杨修无错，求父王，求父王莫怪罪杨修，儿臣以死赎罪。子建，你为何不？德祖，这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你的，你不可再多言惹祸。曹子建，你为何醉酒别道不走，偏闯直道？父王，你先起来。只要如实说来，本王自当酌情定夺。父王，儿犯过错，自当承，不该醉后闯司马门。请父王下命令，甘心一死，父有命。不是啊，王爷。公子失职，有丧妻，背后有人来相逼。杨修，你所指何人？王爷，朕多失子，害小弟，此人正是他曹丕。你胡说！方才子桓还跪在地上替子建求情，手足之情溢于言表。杨德祖，你桀骜不驯，恃才傲物，不但没有规劝子建，反而让他犯下滔天大罪。你真该死！父王，此事是儿臣。子建，不必说了。王爷的心意
杨修，明白。王爷，君要臣死，臣不死不忠。王爷，杨修常犯虎威，直言警戒，早就报了一死之心，是王爷太慢将臣处死了。德祖，子建，保重。父王，父王，你听儿臣说，闯司马门乃儿臣之错，跟杨修没有关系。杨大人，杨大人，德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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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为什么要自尽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王爷，开司马门走御道，是杨修一人所为，请王爷放过三公子。父王，求你，求你命人救德祖一命，父王。曹休。属下在。杨德祖酒醉闯御道，皆已畏罪自杀。曹植虽已同行，但乃是劝阻他，先将曹植打入大牢，在日后定夺。诺。父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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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这样。父王，父王，是子建自己做的，是子建自己要求死。父王，是子建自己要求死的。三公子。德祖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不为什么，只为虎虽毒，犹不食子。
设想，寒食江山，还要你来保住。所谓士为知己者死，自古就有，杨修是自愿的，自己不必难过。是我犯错，可我却害你没命，我怎能独自逃生啊？家为国为生计，杨修劝你留着有用之身，要靠你的肩膀去承担。德祖，子敬，德祖，你犯下的不是触犯龙颜，你乃是断送汉室。